果冻西瓜已经做好了，我们把它切开了吃。果冻西瓜已经切好了，我们来先吃一个，并且小果冻。你们看一下，玲珑剔透的西瓜哦，哇塞，来吃了啊！嗯，冰冰凉凉的。嗯，给我老公也吃一个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太好了，看一下，玲珑剔透的。